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好像里面人数比较多的一个房间。我敲敲敲门看看。哎，你们好啊！这里是 Rise 的房间。Hello， 你们好，你来到我。啊，这个麦这么自然的就传到我的嘴边。我们有两个节目混在两首歌混成了一个节目。串烧是吗？对对对，是我们特别经典的两支舞曲歌曲。家有很多话想说。你们来上海的话，比如说有没有特别想吃的小吃啊，或者是怎么样？上海我们就脑子只有排练，对。但确实也是。对，没什么机会出去吃饭。因为马上就是2021年了嘛，你们各自有没有比如说这一年下来，想要完成却没有完成的事情，或者是达到了自己的之前立的 flag 之类的？我呀，今年还没考完期末，明年就考完了。什么时候考试？1月8号考完。所以现在你来参加，就是会不会就是？就同时准备着吧。那就是哪样呢？就是没有去连头立的 flag， 有没有达到之类的？达到了，就是可能我们之前也说想在今年的跨年的时候做一个可能更好的舞台，然后去精心设计一下，然后今天看能不能完美的完成掉。对，我是那个人豪，对，然后我的 flag 就是身体健康，应该实现。今年 flag 长10斤，长成功了。长成功了。现在多少斤？108长到118了，现在。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翟肖文，然后越来越帅，做到了，谢谢。没有，你都不用做，还会做。今年驾照考到。驾照考到了。我们都有驾照。巧了。那个。我今年年初也没立什么 flag， 对，走一步看一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2021吗？希望自己2021，明年上线的第一部戏有一个好的反响。不用这么近嘛，老师，吓我一大跳。就是2021年嘛，考个驾照，可以吧？我们一起考，一起考，一起考不下。不算了吧，我加油。明年的 flag 嘛，我今年其实也没有立什么 flag。对，太近了。然后明年的话，明年，复明年，那个。这样吧，你说个给自己的祝福，就说我希望我自己怎么样好了。我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越来越帅。我一般都不立 flag， 就顺其自然就好了。我明年长到140斤，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135吧，135，对对对，还差多少？还差15吗？差15。说到吃的话，就是你们其实就是参加武汉嘛，然后一路上其实也吃了很多东西啊，没有达到增长体重的效果吗？没有跟兄弟们一起吃的每一顿饭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以为你们会很感动。算了。这次就是因为参加武汉的话，有没有特别想要带谁一起去体验某一个环节？楠楠跟我一起体验过了，她跟我一起去了我的学校，找回了我的童年。其实都是你们自己的老家呀。是啊。然后在重庆的话，就其实贺哥还把腿给折了，是吧？变成单仔了，突然，折了。但是整个过程中有没有比如说特别，笑什么？就是特别难以忘记的，就是或者是觉得难以忘记。姚老师在帮我们点餐的时候，给我们点了11瓶白酒。非常有团魂，但是他们都没来，只有我跟周震南两个人。是在什么地方的？就是重庆的那个。对，在重庆，是的。然后你们解决了多少？就是像这样的好兄弟，哪怕人不在，就坑还是会给我们挖到的。那怎么回他？怎么回他？一会儿今天晚上。
舞台上舞技超过你。哎呀，这段剪掉吧，算了，太狂，太狂妄了，太狂妄了。杨山，你怎么回击？如果他要这么说的话，回击？怎么开始掰？重新给十一瓶白酒。没有，为你加油。谢谢你们。